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挑战的是时间挑战赛花园银行体育场。不知道什么是时间挑战赛的人，可以回去看时间挑战赛安乐岛的影片。等级不够高无法改满车的人，也欢迎参考快速解锁改装等级的影片。时间挑战赛花园银行体育场就在洛圣都斗技场的右边，标准时间1分17秒8。从地图上看，真是吓了一跳，感觉就像是考卷上的送分题。除了一开始小绕一下之外，整个路线笔直的不得了，而且本周还是三倍，也就是过关奖金30万，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才行啊。当然，路线再笔直，时间限制很紧迫的话，反而会成为地狱模式，还是要实际跑了才知道。因此，首先还是让百鸟竞速版上阵吧。一开始的小拐弯完全不用理它，直接往北走，就能接上直线路段了。出口的地方会有点卡卡，但不是大问题。这样走的话，可以说整条路线都趋近直线。不过毕竟是在市区内，最大的问题就是街车太多。打起精神闪车，应该能闪过大多数的车了。但要小心上坡路段，视野不好的区段，往往街车就埋伏在上坡处等你。有时也会在路口处转弯阴影，上这个坡之后要注意一下，这里要稍微放一点油门，比较好通过这个右弯。1分11秒8，哎呀，很不错啊，比标准时间快了整整6秒，完全是佛心关卡等级。那么立刻用2台新手神车挑战吧。百鸟竞速版能快6秒，其他车应该也不难才对。路人明显变多了，如果觉得路人碍事的话，可以趁清早时段挑战。刚才百鸟挑战时完全没人。出了斗技场就轻松，虽然我撵到人被通气了，没关系，男子汉就是被通气也要挑战，别忘了要一直撬咕噜。8018体只有不断撬咕噜才是他的生存之道。沿路一直被警车埋伏了，还变成2颗星了。1分17秒4，压到微秒过关，好像有点太强。不过过关就是过关，有拿到钱就好。警察居然追过来了，居然开枪了！他们都没有对空鸣枪，或是叫我趴下把手放头上之类的选项存在吗？莱斯特大大，快救我！哦，这真是太神奇了，杰克，不愧是莱斯特大大。警察毫不犹豫秒收枪，下班回家了。这个城市没问题吗？总之，各位没被通缉的话，应该能拿到更好的成绩才对。放心挑战吧。再来是街头恶魔，能撬咕噜的地方就只有起步这一小段，加减撬一下。哦，你撵到人出来了。虽然街头恶魔没撬咕噜这招作弊手段，但相对来说骑起来也比较轻松。反正能过就是能过，这样不行就直接换车了，也不用精打细算哪些地方能撬咕噜，真是男子汉的王道。
正1分16秒5，虽然时间还是有点紧迫，但看来过关也是没问题的。不管怎样，过关拿钱最重要的啦。好的，那么偶尔也来一点长期神行客。整段路都没有山区，都在马路上跑，感觉上要过关有机会吧？是吧？是吧？好、哦，会是神行客，竟然能保持如此微妙的平衡。笑的，其实神行客过不了这关了，我已经偷偷试过了。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下次再会。神龙摆尾。